金钟戏王雷洪去年演着《夜市人生》，这戏中他与老婆方恰恰就翻脸决裂，一分钟之内捏爆六个橘子经典桥段。这可以说呢，这63岁这本土剧爆破大师雷洪，在2010年，当时有人说这叫北斗爆菊拳啊，这是漫画改过来的酷搜版，夯遍全台，甚至红到日本。网络上包括了山寨版影片的点阅率，一年高达205万，堪称是年度8点档最佳动作设计。而日前他要重现这一段汁溢横流的经典画面，有人说这叫爆菊一生除旧岁，向读者呢，向观众拜个早年。